我消失的那个夏天，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滚开！淮南四少，怎么只有三个人呢、啊？你相信揣摩？是啊，淮南呢？你也淮南？反正我赢了就可以正大光明吹。你讲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淮南出头，好，我加入。希望我们四个人能永远永远在一起。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刘永辉。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坦白，但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很难接受。你不知道吗？保定是我们万华报名牌最准的机构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很贪心，我三个都要。对不起，陈医生，陈医生。张安静为什么会写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给你？我真的好害怕。赶快去通知张安健，让他快跑！我是跟你说为什么不能来的，为什么都不相信我？如果他真的可以回到过去，改变现实，那还会有这个刘永辉吗？谁要我喊你别放！谁要我喊你？谁要我？你只要记住就好，王爷啊。让我可以跟他再见一面。